serum 一罐、哦、有四种款，四种不同肌肤的款式。那 Amber 用的呢，其实我比较常用的就是这个 Andy Ringer， 因为我很怕皱纹。那我这个已经是用到一半了啦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然后比较滋润的，我通常晚上用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 Lightening 跟 Brightening， 好，这个也是。它基本上呢是这样子一瓶，一共一盒里面就有四瓶。Wow. 那它就是拥有它的这个头，这个头呢就是你要把这个打开，这个安全的这个 safety 的这个东西打开，打开了之后呢你就按上去，然后你就可以用。那我通常会混着来用，有时候我会用 brightening， 早上我用 brightening， 晚上我就用 Andy Ringer， 这是我的这个护肤的这个 秘方、哦、那涂了那个 serum 之后，我就会擦上 day cream 或者是 night cream， 看是早上还是晚上。然后这个 serum 呢是适合四种不同的肌肤，那你们是属于什么肤质的话呢，你们要跟这个客服服务联络。然后它的包装也是这样子，很简单。然后打开了之后呢，它就是里面会拥有呢四瓶，这个是 Andy Ringer 的啦哈，然后会拥有四瓶，大家可以看到哈。然后这个头，这个头你就是可以呢，它这边有一个 safety lock 的，然后呢抗菌的关系啊，然后卫生的关系，然后你可以打开它，然后你按这个上去就可以用。这边有两个头，所以掉了，这边有两个头哈，两个不同的头。那基本上呢就是你两瓶用一个咯，这样子按上去。